的疑虑，而雪隧呢，其实是全世界第五长的隧道，因此也特别设计了这个避难通道。不过这次因为安全阀门挡不住浓烟，差点就要酿成更多的悲剧。来看到呢，其实全国第二长的八卦山隧道就耗资了3000万元，设置了一套影像侦测系统。这个系统呢，是有57只的监视器，会随时的比对画面，即使是掉落一张纸，甚至是一根烟蒂，都能感应得到。